得对机会啊！今天有没有机会啊？上次跟老师要打，你就跟着打。你就要，然后给我。咱们回去。哎，有这种东西吗？这个凉快。没有，中间还是有点。为啥呢？你来了以后，就是我要往那边像钓鱼似的，他就得起来，一股气，啊就是、一股气浪从底下给它翻起来，翻起来，再那啥呢？哎，翻江倒海，那个海里边大漩涡，到漩涡卷到你这儿了，你不起来也不行，你不起来也难打。那正好卷到你这儿，你非要当想起来，哎，老李他不想起来，那你不想起来也得起来，我意识到了。说因为啥呢？我控制了控制自己，他不想起来。因为啥？你看我慢点说，这个漩涡呢，搁他腰里边走，啊，腰里边走的。他根本的他也没想动，他这个他没想动。我一旦悬到那儿，你不动行吗？你不动。你看，他不想动，不想动就是。我这是有意思，学到方面。站不住。哎呀，你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吧？就这东西。所以你首先，嘿，少年，关注小贝。